小子，我才25岁，没有老人痴呆，你别当我是傻瓜。 顺便探望一下师婶呢。哎，爹，怎么没见你跟师婶他们联络过呢？爹，你今天心情不好啊？平常我跟你讲5句，你都会答我1句；今天我跟你讲了10句，你才回我1句。爹，你讲话嘛！人家无聊死了，你都不理人家，哼！哎，爹，你看，今天晚上红烧。
洗澡了，知道了。水都凉了，我洗冷水也不会死啊。等会儿吧。嗯。
你看什么？你又不懂，进去进去进去！哎，啊，这大锅干什么用的？转着炒饭呢？是装饰的老师教我的啦。装饰的老鼠？哎，是从外国来教我们科学那个老师啊，还帮我取了个洋名叫乱狗，您不记得了？记得，就是给你取了个名字叫乱狗吗？它转来转去搞什么鬼啊？哎呀，这个叫做天地阴阳灵气接收网啊，它转动之后啊，就能接收全天下的灵气磁场的，您不知道？ 哦，他转一转就能吸收那么多东西，我转的头都晕了，你妈也不让我碰，睡觉了。上清四帝，各领神兵，助我威力，助鬼临平，鬼魂领灯，神灯引路。 这么晚了，你还没睡啊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你好像不住这儿啊？ 老爸，你快认错呀！我也没偷东西，我是跟他借的。他没有。
到五十袋，只好先拿来用了。这个叫做偷。来吧，我错了。你以为认错就可以了吗？打破了那个炒饭锅，赔给他就行了吗？要你的锅有什么用啊？人家的锅煮了20几年的斋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今天整个斋堂的人都在等着这个锅开火呢。你们两个不要面子，我还要脸呢。你那个死儿子，我非好好揍你！妈妈，说白了你，可恶！还敢打快点痛了、啊？哎，不要打了，打在儿身，痛在父心。你要是真想打，有本事打我。哎呦！你也真是，偷人家师太的锅干什么？妈，妈什么妈？有本事叫他打我。好，你说的。对，我说的。哎呀，老婆，哎嘿，老婆，我说的不算，儿子我保不了你了。哎，站住！妈，没叫你动，你就不准动。这只香烧完了才准下来。六国大风向做完了，寿伯，帮帮忙，帮我吹灭它，快啊！又要麻烦我？还是。大力点呐、啊！快，快呀、啊，快，快灭，快！好就快灭了，嘿，好极了！是我谢谢你啊，气长是不是？要把这只吹完了，他才忍下来。寿伯，再帮我吹吧。这香比我命还长。哎，寿伯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哎呦，寿伯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寿伯，哎，你不能走啊，寿伯，寿伯，哎，寿伯。阿贵，准备吃饭了。啊，老爸。小伙儿啊，你那个妈呀？老爸。我没听见啊。老爸。怎么你来了，寿伯呢？在上面做事呢。哎，老婆，罚了那么久也该够了。子不教父之过，你就是这样宠坏了儿子了。哎，去洗手了，顺便叫寿伯下来吃饭了。哦。哎，去叫寿伯下来吃饭了。啊、哦。哎呦！一会儿带你去春妈那儿爽一下，还不快起来？我四肢无力，起不来了。儿子，喝杯酒。少爷，我敬你。哎，不不。我不会。哎呦，贵爷小倩来了。哦，哎，这美人我怎么没见过？人家是第一天来的嘛。哦，文秋你听见了啊，少跟我装样。过去陪运高少爷喝酒，好好招呼运高少爷。嗯，运高少爷。小倩，我这儿子变大人全靠你喽。那我不得包个红包给他喽？当然了，他童子鸡呀、啊，你当他老手啊。嗯、我最喜欢了。哎、老爸，我不要。你少来这套，等你尝了甜头上了瘾。还不每天晚上吵着要我带你来？哎，还我了，来老爸，过来嘛！现在别叫啊，进房再叫吧，去吧。老爸，我不要。哎、小姐，小姐，什么？你是不是嫌弃我了？不不不，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哎呀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老爸、哎，我真的不行啊。俺懒，有我在这儿。你在这干什么？你出去。哎，小子，别急，老爸等你啊。不要，不要，你饶了我吧，我求求你，我。哎呦，他那么大个人了、啊，他会做的啦。就算是不会，小青也会教他的。你快点过来吧，来呀、啊，来嘛，来。等一等啊，我很快就来。那就快点了。哎，我每次都很快的嘛，很快。哦，这小子还真爽啊，这么快就哭爹喊娘的了，轮到我就爽了。哦。对不起，啊，小青姑娘，我不是有心的，吓死好了。站住！啊。妈，什么事啊？转过去。这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到哪去过了？怡红院。谁带你去的？啊，老爸。他带你去干什么？他带我去做大人呢，但是我没做到。那你老爸呢？正在努力做大人。哎，砍死他就不必了，打断他手脚就算了。哎，你空着手怎么打断他手脚啊？起码要带根棍子啊！大辉，老爸这下惨了。发电机，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会不会爆炸？啊！
伯，圣伯救我，救我！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下来啊，下来啊！我找你一整天了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找谁呀、啊？我找云高。嘘，大贵到兔妈那儿去了。我刚回来。你这小兔崽子往哪躲？老爸，你这个小王八蛋，告诉你妈我带你到怡红院，让你妈来怡红院抓我，你出卖了我，你自己却偷偷带了个女的回来。没有啊。还说没有？是鬼、老爸，你听我说，他是好鬼。我找人跟你玩，你不玩，你跟鬼玩，你别拦着我。哎老婆，拦住他是鬼。老爸，我看。老爸，我求你不要再打他了，他是个好鬼啊。你这傻小子，鬼迷心窍了。你们两个人打他，他都没有还手，这还不能证明吗？就算是好鬼，也不能让他留在这儿。为什么？允高，祖先有训示，家里面不能养鬼的。老妈，你只要把他放出去，他会变成孤魂野鬼的。老爸，我没你那么好心肠。老妈，你妈比我还狠毒。你不说你没好心肠吗？哎呀，帮儿子嘛，没关系。老妈，干嘛？什么叫做送魂呢？送魂有好多种方法呢。我们奇化门呐，有金轮断桥法。等一下，你爹念咒，集四方精气，请动神灵，破顶断桥，那鬼魂呢，就会骑着青竹重入阴间了。到时候啊，他就得以投胎转世做人了。老婆，准备好没有？好了。身子虚吗你？你别乱讲啊！你多去几次春妈那儿啊，我看了你连桥都砍不断了。我，老爸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叫你妈卜个卦问问喽。云高，你去拔他几个头发过来。哦。原来他没了主魂了。哎，傻小子，你在哪儿找到他的？在井那边。哦，原来他是经阴道而来，他的主魂一定是掉到阴之谷底了，要找回来一定得下去才行。老爸，快下阴道去找他。你想让你爹去送死啊？俗话不是说吗，即阴之谷下的九转十三弯呢，分分钟都是有命去没命回的，多危险呐、哎，虽然很危险，但你老爸不怕死。只不过是没信心罢了，要是师兄在这就不一样了。师伯，开坛摆龙头绳，记住啊，香妹上完就弄我上来。知道了。哎，小心点啊！小心啊！慢点，慢点，小心。哎，倒立，拉好啊！干什么你？玉刚，你不要乱动嘛你！又在罚孩子了，哎，轻点拉好了，千万不要松手。哎，师伯，师伯，你干什么你？哎，老妈，快，快上拔的！快拉你爹上来！大贵，老爸，
会这样的？他的主魂回来了，老爸呢？大伯，老爸，老爸呀，老爸，这有什么用啊？放条绳子下来。嗯，原来你是7月14到阴门时借天道而行，半途被雷给打下来的。是的，夫人。老爸，那我们借天道送他回乡下去吧。笨蛋，天道不是随便借的，要等到阴门夜守住天道，天兵天将放假的时候才能借天道而行，下次最快是重阳那天。哎，老爸，那简单了，我们留他在这住着重阳不就得了？哎，不可以啊，祖师遗训，我们不能在家里面养鬼的。祖师不准我们在家养鬼，是怕我们借鬼做坏事，我们现在是做好事啊。老妈，帮一下人嘛，不帮一下鬼嘛，这也是好事啊。求夫人救我。小姐，祖师不会那么不讲理的，不像大贵一样。少伯，不要吵了啦。我可先声明啊，我会将你收在营顶之内，太阳下山以后你才能够出来，千万不要让街坊邻居看到了，免得吓到他们。等重阳一到呢，你是一定要走的。多谢夫人。起来起来，到时候不想走啊，就可以多住两天。不可以，一定要走。哎呀，没什么地位，还是不要讲了。就是嘛，也不想想你自个儿什么身份。大贵。哦，我也想想我自己的身份。哎，算了。先喝汤，要装饭再叫我。素文真是不错呀，这女孩啊，又能下厨房，又能出客堂。那娶她当媳妇儿好了。肯定要死了。我也不能死，要死不如我死了，反正我也等不了多久了。等我死了之后啊，素文就可以借我的尸还魂了，就可以嫁给少爷了，对不对？妙计啊，少伯，运高，还不快叫娘子？少爷，此计可行吗？喝汤啦。小姐，喝汤啦。姑爷，喝汤啦。此计不是很好，哎，不如这样吧，喝汤吧。我是想说，喝汤吧。我还没说呢，喝汤吧。喝汤。哎，回家吃饭了。爹，我们吃完了去哪儿玩呢？我们还到山上祭始祖。还那么早，逛逛再去吗？不行。看看附近哪儿香烛铺，去买点祭品。我到屋子里收拾东西。小二，算账。金字招牌哪有骗你啊？本来就是骗钱的嘛，你们俩骗呀，你还敢说没有啊？骗人家的。
你。哦，十八年。你怎么还没死啊？我死了谁替你扶灵？爹，他就是你说的那个既倒霉又没用的胖师叔啊。不可以没礼貌，叫师叔。师叔。怎么就一个女儿死了没儿子送终啊？大贵啊，你在跟谁说话这么缺德？木木。师兄啊，哎呀，十八年不见了，想不到你还是鼻子焕发的。你也依然秀外慧中啊。师婶啊，你好漂亮啊。师婶从小到大都这么漂亮的。妈，可以走了。这是我儿子运高，来快点拜见师伯呀。哦，原来是妈整天提的那个武功好棒的天龙师伯啊，拜见师伯。啊，乖乖，儿子都已经这么大了。我叫小生。我叫运高。师兄啊，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？我是无心插柳路过此地，本来是想上山去祭拜师父的。以前的房子已经拆了，不过爹的牌位倒是请回家来了，我们一块回去祭拜他吧。等师伯祭完阿公可别走啊，留在这儿教我武功啊。不行，你师伯忙得很，祭完外公就得走，连吃顿饭他都没空。吃顿饭倒是可以啊，那吃完饭马上走，住上两三个月也行啊。哦，太棒了，这样师伯就可以教我武功了。说的是啊，那我们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呢？走啊。来，好。请请请。少伯啊，少伯，这里啊，你还认不认得他了？哎呀，打进的老六啊，怎么有空来看我啊？哎，这是天龙师兄啊。我们有十八年不见了。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我今年25岁，没有老人痴呆症。别当我是傻瓜，你要买什么？好了，寿伯，去倒杯茶来给我们喝。你先请坐啊，我去倒马桶。年纪大了，记性也差多了。师兄啊，我们先进去吧。你们的行李呢？哦，在客栈。大贵啊，给你刚买点菜回来。十八年了，等我儿子大了，老婆嫩了，才来给我讨债。老爸，好像师伯回来，你很不高兴哦。哼，别，老爸，看什么看？不认识我啊？你比我行啊！师父一直这么夸我的。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梦梦她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了。是谁的？是不是师兄的？如果你是真心爱一个人的话，你就不要问那么多。是，徒儿知错。那你的意思怎么样啊？师父厚赐给徒儿的一定是最好的、最完美的、最上等的。多谢师父的厚恩。但是他有3个月的身孕，你真的不介意吗？能当个县城的老爸，我高兴都来不及呢。多谢师父。怎么样，大婶？恭喜姑爷，是个儿子。健不健康？哎呀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健康的早产儿，又白又胖的。像不像我？您说实在的，一点都不像。啊，好像比你好，也比你漂亮。老爸，你没事吧？老爸。哎，老爸。你干什么？我跟你去买菜啊。你不必去了，你现在好了，一家团聚了。等一下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投柱香当然我先上了。大贵，今天是祭师，所谓长幼有序，这投柱香当然是师兄先上了。哼，18年才拜一次师父，你可真是有心呢。我们年年都依大礼祭拜师父的。老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师门的飞龙九鼎大法。哇，老爸，这个法什么意思啊？哦，翻得越高代表师父威望越高，跪得越重代表孝心越重。哦，要你这样跪行不行啊？看我的顿位就知道我有多行了吧。现在轮到你了。祭祖先不是耍猴戏，翻得高贵的重是没用的，最要紧的是点心意。心诚一炷香，胜过了千言和万语。贵的十分重，抵不上一份伦理亲呢。岳父，我好想念你呀，
这十八年来，我始终是对梦梦从一而终。师妹，我想找一块上好的紫檀木。师兄，你要紫檀木做什么？我在塞外抓了一个红袍火鬼，想用紫檀木来炼化它。底上的大梁就是紫檀木做的。哎，你们真的是抓鬼为生啊？是啊，爹遇鬼斩鬼，下手绝不留情的。可是，鬼也有好坏之分呢。好人都会变坏人，好鬼也会变恶鬼啊。何况人鬼殊途，留他在阳间一定会惹祸的。所以我爹的宗旨就是遇鬼斩鬼。哼，那是你爹心坏，不分青红皂白。那就没请讲喽。不是没请讲，是不用讲。干什么？眼睛抽筋呢？啊！师傅，你看！上面呢？赶快想办法！我想办法！你看不出来吗？看什么？我害怕，我不敢讲。不要怕，说。我看见阿公的眼睛一闪一闪的，好急好急的看着你。师父，弟子十八年没回来祭拜你，请你原谅。师公，你要原谅爹了，爹不是有心的。哎，老婆，快想办法呀！
哎呀，师兄啊，你怎么满头大汗的？来，擦擦汗吧，啊，嘿嘿嘿。
多礼，一定有求于人了。哦，师兄果然是聪明活泼、诚实坦白、贤良淑德、标致可爱呀。好了，说得我骨头都酥了，有话请直说。痛快，咱们边喝边聊。请。说吧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这个屋顶上呢有一个鸟巢，里面住着一窝子鸟，里面有只肥鸟、小鸟、母鸟，还有一只老鸟。这老鸟呢你不用理它，因为它一直是借住的。这个鸟家庭啊这么些年来一直生活得很开心。开心不是很好吗？可是这肥鸟啊现在开始担心喽。担心什么？因为有一只瘦鸟带了一只女鸟硬要住进这个鸟巢里面，这就有问题喽。你是怕瘦鸟跟女鸟住着不肯走？哎呀，师兄果然是冰雪聪明。我想他应该不想留在这里。哦，多谢师兄，多谢师兄。但是啊，他想走还走不了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鸟巢里面那只母鸟想留下他，他就走不了了。那只母鸟怎么会这样呢？你可别忘了，那只瘦鸟跟母鸟的关系之深不输给肥鸟。嗯，瘦鸟不走就对不起肥鸟喽。可能瘦鸟以前留下的东西现在想拿回去。哼，以前争不过那只肥鸟，现在想来拿东西，我包他是拿不到的。师弟可不要太武断呢，就看那瘦鸟要不要跟肥鸟争了。我问你，这瘦鸟走不走啊？他说过想走走不了啊。不信的话你问师妹。什么事情问我？我你们在说什么走不走的？谁要走啊？没事了，师弟怕我住得久，问我几时走。不准走啊，好久不见了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走的。你要是敢让师兄走的话，我就赶你个死胖子走。师兄来，你帮我尝尝味道来啊。哦，哎，这下子你可看到了啊，不关我的事，我是身不由己。哎，爹，师伯，老爸，师兄，外面搭了棚子，过两天要演戏。对啊，你去吧。演什么？怒杀演鸳鸯。不对，是梁祝楼台会。走，我们看去。我干嘛过两天？现在就在会呢。来，你尝尝看。哦，小心烫了。怎么样？喝了吧。好。老婆，老婆，你还真睡得着啊？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我非试试你不行。梦梦，梦梦，我是你师兄天龙啊。梦梦，你的心肝天龙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哼，这死胖子，这么晚了发什么神经？睡觉了啦？我睡，我，嗯。其实我又担心什么呢？18年来我对他母子尽心尽意的，没有理由对我无情啊。哎，就怕他对他师兄旧情难忘。你别忘了，他嫁给你的时候已经有3个月的身孕了。哎呀，要死了，这算什么呢？哎，难道你就这么泄气了跟他斗啊？不是不是啊，我从小到大我没有一样赢过他的。哎，看你个倒霉的样子还真不像个男人。不是啊，我是个男人，我不是个很坚硬的男人。哦不不，我不是个很坚强的男人呐。我好了好了，别吵别吵，吵不出个结果来，睡觉吧。哦，你整晚在这儿哼哼唧唧的，当然睡不着了。怎么样才能把他给赶走？软的不行，硬的也不行。干嘛理他呢？把自己老婆弄好就行了。哎，多少钱？1共6钱。啊，来给你，谢谢。哎呦，老婆。哎呀，老婆，哎呦，干嘛？哎呦，大夫，你怎么了？老婆，我心痛，心痛啊！心在左边的，怎么在那边呢？哎，他刚才跳过来，现在跳回去了。哎呀，胡说八道的！喂，老婆，你就帮我揉一揉，揉一揉嘛。哦，干嘛叫那么难听嘛？舒服才是这一声，跟你学的。就是你。哎，老婆，帮我揉一揉嘛。老婆。你以后永远对我这么好就好了。那看你怎么对我了。我知道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离开我的。这可就难讲了。佛家说啊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了。你不会再嫁回头吧？哼，有人要我也不拒绝了。哎，师弟，你不舒服？他心痛啊。现在都他妈顶到肺了。来来来，我给你看看。心火上升。心火，心眼儿小了点儿，
口气又大了点，憋住气了。喂，算你行啊，治好了再夸我。哼，哎，大贵，你到哪去啊？师兄啊，你给他开个方子吧。嗯，好吧。心火是由气功来调理的，虚火属阴，心火属阳，它是阴阳失调。那怎么做啊？来，你先坐下。来坐下。也不知道对不对，我们必须肩并肩，然后心连心。哎，等一等，你们这样心连心的？掌心连掌心。哦，你说清楚啊。哦，你好了吗？你好了就行了，你现在已经心火全消。大贵好厉害，师兄啊，你可真行啊。好痛啊。古医里有云呐，痛则不是，是则不痛，师弟必须要用针灸才行。哦，师兄啊，嗯，大贵他最怕这个。哦，真的？嗯，那你把他压着吧。来，你躺下。哦，我，哎呦，你怎么了？我好痛啊！很痛吗？当然了，真的痛啊！真的很痛啊！好，那我帮你止痛吧。那就快一点啊！吃饭了。你干什么怕冷啊？天东送给我的。哼，小心点儿，他把你给卖了你都不知道。来，大贵啊，你看漂不漂亮啊？嗯，看我们几个像不像一家人呢？干爹送的，一人一套。我那套呢？我知道你对兽皮敏感，所以没算到你，不好意思。好了好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来坐下来吃饭吧。来，站一边去。哇，好多菜哦，都没看过的耶。老妈跟我说，这是你们第一次到这来过中秋，特别下厨房做了几样师伯最喜欢吃的菜。你看，有富贵鸡，还有螃蟹羹。哎，螃蟹羹像稀大便，谁吃那玩意儿？大贵你，其实吃什么都好，主要是师妹的心意嘛。来，师兄喝杯酒吧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在关外面喝酒啊，都是要自己倒的。而且喝的呢都是洋奶酒。真的？不像在中原呢，我们喝酒都是大碗大碗往嘴里倒啊，倒得一头一脸的。师伯，那吃东西呢？啊，吃东西你们就不习惯了，我们都是茹毛饮血生吞的。那不是连毛带屎一块吃，难怪嘴那么臭。大贵你，这少数民族风俗还真奇怪啊。当有客人到家里来过夜，他会叫老婆陪他睡觉。这儿是中原，要睡睡猪圈，找条猪陪你睡。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。那你们在关外不是很闷吗？才不会呢，整天唱歌跳舞啊。真的？师伯还会唱歌啊？嗯，你师伯以前唱歌唱的才好呢，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块合唱的呀。真的？师师，那你跟我爹合唱一段好不好嘛？不行了，早忘光了。哎呀，师师好不好嘛？你再唱一段嘛。老妈不要怕嘛。老妈唱嘛唱嘛唱嘛。哎，师伯你也唱嘛。快了。师妹，那我们就唱一段吧。我只记得一点点了呀。你记得哪一段呢？就是化蝶那一段了。嗯，好，唱化蝶。师兄，那你得带着我点了。行，耶，好棒嘞！梁山伯，祝英台。耶！不准唱了。化蝶，化个屁蝶！大贵，你干什么嘛你？你说你想怎么样？我没想怎么样。你不用再装了。从你进门口开始，深茶没得喝，热水澡没得洗，睡衣让你给穿了，喝茶也不叫我。今天是八月十五过节，满桌子的菜没一样我爱吃的，这还不是你的阴谋？还有菜啊，吃饭了。你闭嘴。寿宝，不要理他。对，不要理我，你们一家团聚了，这下你们开心了。师弟，你今天讲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懂啊。你自己做过的事情你心里明白。师兄，不要理他了嘛，好端端的在这发神经，还好儿子不像他。哎，说得出口，儿子不是我亲生的，当然不像我。你，老妈，老爸说什么？我真的不懂啊。不用问了，你妈嫁给我的时候已经有三个月的身孕了，你妈这一辈子只有两个男人，我不是你亲爹，你说谁会是你亲爹啊？哼，哎，老爸，老妈，老爸说什么？都是你外公了，你外公想试试他们两个谁对我好，叫我假装有了身孕，来骗他们的。假装？少来这套，这孩子七个月就生了。是个早产儿嘛，不信你问寿伯。别吵了，说过有菜吃的，小姐炖了你喜欢吃的菜，刚刚火候不到，所以没拿出来。
别的事情，炖了个小小的菜，骗不到我的。有种你就告诉我是师傅骗我的。嗯，老爷是老爷说假话骗你的。我，你不是说孕高不是我生的？我哎呦，当然不是你生的，是小姐生的。你会生孩子吗？嗯，我，哎嘿，我，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我。哎，老婆，我拿来。哎，老婆，是我。嗯，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，我是双聋作哑，你真以为我老人痴呆啊？哎呀，啊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爹，究竟是什么事啊？是以前的事情。当初我太小气了，现在实在内疚。小双，收拾东西。爹。我们走。哎，老婆，不要走嘛！快走开了！跟你做了18年的夫妻，你一点都不相信我。哎，不是，我绝对相信你啊！坏就坏在我自己起疑心，不过我疑心病重是因为我太聪明，常乱想，所以我吃醋，吃醋是因为爱你啊！你还真老实呢。对呀，我也知道自己不知羞，这种话都说得出口。老婆，你原谅我。你膝盖还真软呢，女人你也下跪啊？当然不是了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我跪老婆是我对她爱情的表现吗？别说了啦，心都凉透了。我知道你表面上对我冷淡，你心里对我是热情如火吗？鬼才对你热情如火。哎，不要骗自己啊。白天说不炖鸡炖吃给我吃，哎，这晚上又炖了一周。哦，好香啊，好好吃哦。少在这装孝子了。我不是装孝子啊，我是装小狗啊。你不再气我爹了吧？不会啦，我会常回来看你的。就是嘛，我是你干儿子嘛。哦对了，我还有一只红袍火鬼，小双去给我拿下来。哦，哎，小双，我来帮你拿。不可以，红袍火鬼还没炼化，随时都会有危险的。哎，师公在上面，女孩子上去拿不好，让我去好了。哦，老婆让我抱抱忙。走开了，讨厌！讨厌我也要，已经一个多月了。哎呀，不要了，讨厌！我不管，我要忙。嗯、小心点、哦！还给你！哎，你不要叫啊！素文，你不要怕，她是我师伯的女儿小双。你不要叫，他是个好鬼，你不要怕啊。爹，哎，你不要叫啊，我说过他是个好鬼吗？爹，老爸，哎，儿子叫我，我们出去看看。儿子叫你又不是叫我。怎么了？师伯，女鬼哪来的？不要管他，他不会害人的。啊、师伯。师门家规，在家里养鬼，还敢大声说话？师兄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先不要说那么多。不用跟他解释，我在家养鬼就不行，你带个又脏又臭的东西来就可以。什么玩意？
烤肉啊？哎，寿伯，来帮帮忙吧。先别扫了，放在那儿吧。刚才吃东西不叫我。算了，就知道吃。小双，先喝杯茶吧。姐姐，原来你真的是好鬼哎！刚才你还救了我一命，我一定会求我爹放过你的。谢谢了，小双。先别太高兴啊。你爹可是茅子坑里的砖头，又臭又硬。老妈，是不是不会像老爸说那样吧？师伯不会，你爸爸才死心眼呢，一本书看到老。哎，回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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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小云有吃过虫子，早点睡吧。Hey!
狮吼印，大日如来定三魂。师伯的哦，哎，是你师伯的，啊，是你师伯的，是啊，童子尿，嗯，好了，别说了，嘿，你是童子，你不要笑我，嘿嘿，我就说嘛，运高果然是我亲生的，哎呀，太好了，爹，原来你是童，那么我就不是你亲生的女儿喽，18年前，我到关外去。在路上把你捡回来的，当时天寒地冻，满天风雪，你只有条单薄的被子包着。当时路边树上的树叶结满了霜，所以我给你取个名字叫凝霜，跟着我姓。爹，想不到我不是你亲生的，你还对我那么好。18年来，我不但没有好好孝顺你，还常惹你生气。你老婆，你怎么样了啊？老婆，干嘛？哎，你这两天老是要吐，吐不出来的，让师兄看看吧。不用看了，小姐有身孕了。有了？嗯。哎，怎么师兄一来住，你马上就有了？尿死啊你！我不，哎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是说的送子观音没有来，送子童子倒来了啊。死胖子，你转开真快呢你。哎，我当然转得快，你把我当寿伯。嗯啊，又在背后说我坏话。嗯，我那么小声你都听见了啊？我才25岁，你以为我聋了？我哦，太棒了，今年中秋真是个大团圆呢。活鬼被我们消灭了，老妈又有了喜，师伯呢又帮素文续了魂。你先别高兴，我虽然续了他的魂，36个时辰之内不帮他魂体合一，他还是会魂消魄散。三才六甲守魂术需要我们三个一起来做手印。三才照合，六甲神灵，道气长存天地人，六手应急大甲神，起连素文欠你魂，人鬼神报慈悲心，慈悲心报素文身，阴魂化阴火，点燃守魂灯。去问问你妈，你爹来了没有啊？老妈，老爸还没来啊？是啊，他走还真慢呢。师伯说，先把猪八推出去。好，来。啊。